有什么事就快说吧，没有，想跟你交个朋友而已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交朋友？我明白，交朋友是需要拿些诚意出来。王道不是好人呐！行了吧，我知道。我不是乱说的，我有证据啊。不说，有时候要成功就要耍点小手段，除非你愿意接受失败。我没输过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认输。你要接住。胜者为王，未来娱乐台独家播映。